好安逸哦，这个颜色，哎呦，真的好好看哦，海蒂和露露肯定很喜欢。哎呀，就上啥子学嘛，来看花，不小心暴露了一个学渣妈的本质。夏洛特夫人，今年开的花色跟往年不太一样，可能是气候原因，中间的光晕和复色的感觉有很强的光感。其实玫瑰花到底开成怎样和气候环境条件甚至年份都有关系。这一个品种它其实是天生是情花的，在我的花里面里面是一直开一直开。为什么有的人说在广州是绿巨人，这一个点是个天道，拜托大家冬天在2月10号左右把叶子给它打光光，去掉好多的枝条，保留7-8根有限的枝条，长一点，给它日照足一点，拉狠一点，给它用花卉型的肥多一点，那这个花就像我成功一样的。夏洛特夫人多么优雅，你看它点点头，说得好，再说一遍，好了，关注他吗？很重，拜拜。